Hello， 大家好，今日又介绍一只新游戏啦，日版嘅。咁你见到右下角个名叫做 BDFE 啦，咁因为全名太多个四个字嘅英文我就唔识读噶啦。咁啊系我哋最伟大嘅厂商 Square 啦，即系 SE 啊。好啦，咁呢只 game 系其实都好早啊，已经知有呢只 game 啦，因为我就上巴哈嗰啲睇过啦。咁你见到啲几热闹啦，城镇系，但系个城镇即系好多玩家，因为佢开咗唔知几日啫嘛。但系个问题系。个城镇我发觉系冇乜嘢，即系除咗你上边呢个柜台小姐接任务啦，我同埋呢个骨董店啊，即系古董店系换嘢啦。咁跟住我发觉就好似冇噶咯，我行上去睇下先。其实我未行上去睇过，睇一睇先啦。上边应该冇啊，顶你个肺！可能未开放啊，呢啲建筑物应该迟啲系会有好多嘢。咁其实呢个 game 系玩咩呢？就玩一个RPG 啊，其实佢类似系 FF。789咁样啦，即系好似一个时间读条啦 ，ATB 啦叫，即系打一个俾大家睇，打主线。嗱，佢有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嘅，佢呢个 game 我觉得几有趣嘅，陪你拣咗任何地，暂时嚟讲所有地图都系啦，咁啊入啦，好啦，感人嘅 load 时间啦，我哋应该好快，如果去系啦，咁你会发觉咧，系所有玩家都会喺度啊，但系呢度咁少人嘅喂，平时系劲乸多人嘅。谂下有个箭嘴提示你要打咩怪，其实你可以揿 Opt， 但我而家手动行紧俾大家睇啦。顶你，点解突然间有只怪喺隔篱噶？谂下打嘅方法就好简单，你见到 Touch to Star， 你见到下低咪有个通常有条巴嘅，咁啊条巴满咗自己会斩人啦，非常简单啦。咁有三条战线啦，咁你即系盘嗰啲怪，如果用嗰个范围嘅，咁你去退翻第二条战线咁样啦。好啦，呢个太快嘅呢度，咁啊继续行啦。其实你见到有人嘅，你发觉原来所有玩家咧都会喺乱，你见到乱入雾集咧，咁啊冲埋去就得噶啦。咁你入咗去咧，佢可以一齐打嘅。咁啊呢个有个好处就系你唔使抢，唔使惊俾人抢怪。你睇又跟住又而家呢度有三个玩家，嗰个揸住本书嗰个系 NPC 嚟。咁啊呢个我呢样嘢几有趣，因为佢就一嚟就唔使抢怪啊。二嚟嘅任務相對變咗簡單好多，因為點解？因為有勁人即係抱大腿嘅話就 O K 嘅咯。好啦，而家又抱大腿啊！而家呢啲所謂嘅嗱，你見到呢好多玩家喺度啊，四個都係玩家嚟。啊，唔係喎，我隔離有一個冒險家，唔係咁可以俾讚佢喎。但有咩意義咧？即係同我啲鬥陣特工一樣俾讚係有咩意義？好，我打埋呢只就過啦。咁你见到下低啲武器寫住必殺技 OK 咧，就可以开大技噶啦。咁我配完呢个系，哇死 Q 晒低啦，都未嚟一次开技死威晒。好啦，过关啦应该，系啦，咁啊故事就可以嗱呢啲画风咧，咁啊如果你有一由细到大你玩开 Square 嗰啲 RPG 啊 SLG 咧，咁我相信你会觉得好有亲切感啊。即系例如我玩过比较深刻嘅就系、是。獅子戰爭啦 ，FF 即系 FF 戰棋嗰只，我谂獅子戰爭应该好多人听过啦，话呢只，不过呢只即系有咁上下年纪，你会听过啦个画风。系咁，所以呢个画风我觉得几得意，即系可能即系我觉得系老玩家，你一定会觉得好有亲切感嘅，见到呢啲画风。哇，呢个主线真系劲乸长，我打咗好耐咧，去到第16关先系50几%，因为开咗个新嘢喎。我睇下，嗱呢只蝴蝶咧，你揿入去咧，就好似有嘢攞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类似系嗰啲咩在线奖励啦，即系而家系攞咩今次？强化道具正 ，fans 得啦得啦得够啊够啊！咁你见到下低变咗240分，我顶佢个肺，即系要四个钟后啦。咁我哋可以唔使理佢啦，睇下先啊。佢开放咗啲咩？我都未行，我都未行过呢个地图，依咩嘢呢个？睇下先啦，我哋去睇睇。因为咩？哦，整容啊嘛，即系呢个系转，好明显系转性啦。呢个就净可以转性同埋整容。咁我玩咩 game 都系拣女角噶啦，一定。咁佢要佢有嗰个整容券先得啦。咁另外一个，第一个系咩？咦，佢唔使喎，佢5啊，佢有5000 QP 就 OK 哇。优先消费，哇几好喎！但我第一个系净系整容，第二个就可以性转向加埋整容。
哇！真係佢真係成日 online game 喎，幾搞笑。嗱咁啊，你見到右下角咪有個帳幕咁嘅嘢撳入去咧？咁其實呢個就係裝備嗰啲啦。嗱，呢個 game 有個好值得稱讚嘅地方係咩呢？你見到有呢個啦，劍木變根啊！你可以任意將你嘅外形改變呀，非常之呢、這個非常之讚啊！你嘅配我而家咁樣改呢，係啦，咁就得㗎喇喎。系啦，咁我呢个超级方便喎，即系你话 online game 嗰啲咧，又要咩嗰啲即系装嗰个外观装合咗落件装度，你先至可以，即系马奇英雄传嗰啲就要计埋你嗰个转换次数黑人憎啫嘛，呢、這个就真系我未见过一只 game 系咁方便，即系你中意将个外形改成点就改成点，呢、這个太样衰啦，我都系中意用翻皇冠少女呢、這个，咁我呢个系好啦，阿拉伯风。咁啊，我呢个系有四有几个职业嘅，咁啊睇一睇先啦，职业我出翻去睇先，可以取可以自由转嘅职业嗰方面，我睇一睇先啦，职业，咁啊有呢、這个骑士、双刀，即系嗱骑士应该系平衡少少啦，应该，但我唔觉得佢话咩保，佢有咩保护中间嗰啲能力，但我唔系好觉咯，顶，睇下先啦，咁啊双刀嘅攻击手啦，好明显，跟住有只狗嗰个系狗个咩啊？猎人应该揸弓箭嗰啲咯。咁跟住有呢个白魔法师即系奶妈啦，跟住黑魔道士啦。咁啊，五大职业啦，暂时系啦。咁我就其实好简单，你正常我就唔中意玩奶妈嘅。咁佢一开始其实好简单，佢啲手抽啊抽最 P K 系咩咧？就系佢个手抽咧。你係點講啊？一開始嗰個新手嗰個手抽係冇得揀職業嘅，即係你而家咁樣十抽咧，你可以揀嘅，即係設定中你可以特登選定咩職業咁樣咯。咁一開始嗰個就抽咗本最黑人憎嘅地方就抽咗呢、這個睇下先啦。係啦，我抽咗本五星嘅奶媽法書啊！装备不可，我又唔想玩治疗喎，跟住冇办法就玩翻呢个剑士啦，即系骑士啦。咁啊，防具方面咧，我抽到都几多五星，即系有两件五星咧，一件头盔，一件就系呢个叫做祈祷之衣啊，话呢件嘢。咁啊，大家留意系主要其实系嗱，你见到可以装两个头盔、两件衫、两条裤嘅，咁咧其实可以解锁，你做到咁上下任务就可以解锁啊，即系本身系得一格嘅啫，咁你解锁完之后就可以装多几格，咁你见饰物都有好多格，呢个可以装啦。好啦，咁啊刀啊一共有五格位开啦，其实好快解完嘅，即系我玩咗唔够一个钟到，我解开晒，即系可以解晒，因为佢直接提升你嘅能力、攻击力、防御力，所以基本上解完之后确。都 OK 嘅，即系呢个 game 就抽装备就唔系抽人嘅，系啦抽装备。咁技能方面就每把武器有唔同技能啦，咁样跟住睇下先啦。谂你见到技能方面就呢度冇写喎，佢嗰技能我唔记得个技能要喺边度睇添，死啦！效果系效果，嗱你见到有好多效果，呢啲系装备效果嚟嘅。咁可能你有啲人会话五星都未必係最好，有时有啲四星有啲好劲嘅技能呢，咁就係啦，咁啊技能主导啦，基本上都係。咁啊，但系武器方面我都係想要把五星剑，但好可惜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係得啲四星剑咯。我点解头嗰把会去咗，头嗰把会变咗呢把嘅？啊，先呢把加22，我呢把主武嚟喎。好啦，转返把主武先，跟住呢把係。好，搞掂，系啦，大致上系咁啦。咁啊，攻防就系呢啲强化装备或者技能强化啦。呢、這个咩轻？我呢个系咩解放啊？呢个系装备改造，应该系我改技能啦。呢、這个应该系哇，大杰呢啲嘢就一个系谂你想转职，开头揾咗好耐都唔知喺边度转。咁转职就喺呢度转嘅。咁你喺即系而家你见到设定中系骑士啦，可以转黑魔道士咁样啦。系咁样转职嘅，咁你只要做一做个任务得噶。其实呢个 game 有个好方便嘅地方，个任务呢，佢所有任务个地图咧都系共有嘅，共有即系所有玩家都入到去。咁就算你一次过揀啲最难嘅上级任务都好啦，其实你入去食花生咧，
即係只要有勁人係過到嘅話，其實你係過到噶啦。咁所以呢個 game 我係嗱呢樣嘢我幾欣賞，我未即係我好似印象中冇一隻手機 game 係咁樣設定嘅，即係佢係成個地圖係所有玩家都入到去嘅，即係我唔知係咪所有嘅意思，可能係某個 server 幾十人都入到去咁樣啦，咁我就好幾中意呢樣嘢，係啦，即係就算我自己可能個裝備有啲唔係咁勁都好啦，咁我都起碼叫做可以有啲勁人帶住啊嘛，係啦 ，OK， 咁呢個 game 但係嗱，其實呢個 game 如果你問我評分高唔高咧，我覺得係我個人係幾中意嘅，暫時到呢一刻為止，即係我玩咗幾個鐘嘅，其實都係，其實十不相瞞。咁但係問題係咩呢？咁呢間係咩公司出啊？大家都知啦，我就好擔心呢樣嘢啦。即係佢前家用機嘅方面咧，就應該都冇乜問題，因為佢太空戰、最終幻想啊嗰啲即係 Square 都有，其實都有好 game 嘅。而家嗰隻 2B 係佢發行，好似唔係佢哋整去發行。咁但係去到手機 game 嚟講，我真係我都唔知講乜好啦。系啦，我建议大家就轻松玩一玩，就唔好货金，千祈唔好货金，即系相信我，请不要货金。嗱，而家好多日本 game 咧，有样嘢好乞人憎啊，设定系咩呢？咁你会见到佢有分啲有常石同冇常石，即系简单啲嚟讲系有货金嘅石同冇货金嘅石。咁你配完呢只 game， 你见到一日一回限定啊，系要货金五石咁样先至抽到。咁如果唔系，你就享受唔到呢个优惠啦。咁另外呢个武器抽啦，呢个系十抽必定中五星喎，呢个系啦，十抽一定中五星。咁但系问题系你要货金石先抽到嘅，系啦，呢个好吸引，好吸引我讲真嗰个，因为佢你肯定中嗰个职业嘅武器嘅五星，咁你话吸唔吸引啊？但系冇办法，我就去到呢一刻为止，我都冇打算货金，系啦，我惊挨唔过一个月啦呢个 game。系啦，咁如果你冇货金啊，慢慢储石咁去抽呢啲啦。嗱呢啲啊，基本上你呢啲去连埋个防具一齐咧，你想抽中武器咧，就系咁啱系五星嘅话咧，咁你都真系谂下好啦。我建议真系，同埋你要抽五把，你记住系有五把武器嘅。你谂下个即系抽到何年何月啊？咁所以其实你话呢个货金上嚟讲咧，我觉得系因为佢而家都开咗一两日啫嘛，所以都唔可以。讲好多嘢嘅，咁可能将来会送好多石啦，因为而家啲主要入手嗰啲石头嘅途径就系你过关去奖励啲一关有五石到啦，一关会送五石啦，头一次过关，咁其实你想储150石咧，都几系嘢嘅，都几系嘢，咁希望佢就睇下会点咯，如果佢即系我希望呢间公司咧真系有一只手机 game 系发展得好咯，如果系有呢只 game， 其实即系我几中意啊，无论佢嘅画风同佢嘅玩法。雖然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呢個戰鬥模式有啲悶啦，但係我覺得就作為休閒嚟講係唔錯啊，係啦，咁啊，如果我繼續玩嘅話，就再拍俾大家睇啦，拜拜。